자, 그립! 그립! 차제! 아, 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。啊，足难得啊！大家我足热的天气，拢来个遮上课，啊，我足感谢大家。啊，我即马要甲大家讲，就是讲。认清真相，大家要了解真相。实际上，真相就是真理。啊，咱大家所在做拢会。了解，即马要甲大家讲是安那，要甲大家讲认清真相。咱开幕式的时候，咱一定啊，演奏啊，台湾临时国歌，过来日本国歌、美国国歌。那是叫你去听演讲啦，无这三条，你唔好去啦。因为伊个论述啦偏差去，是安那论述偏差去，伊定咧讲啊。美俗美贱啦，所以因排挤日本国歌啦。安尼，甲咱的论述绝对无同款。咱的论述都是啊，咱美贱。咱啊，迄、那个日本天皇的土地，就是啊，日本天皇有这个土地，这是百分之百的正确。真切世界，那个钓鱼台。希拉罗在讲，拢讲啥？啊，钓鱼台的主权呐、啊，啊，日本有管辖权。啊，他的主权呐、啊，他不表示意见。所以这点都要跟大家讲，咱哪会要唱日本国歌？咱是啊，日本天皇有所有权啊，给咱这个台湾的土地啊，所以有美国的国歌。你若去参加其他的活动，若敢若唱台湾临时国歌、甲美国的国歌，你都爱出来啊啦，卖阁倒啊听啦。咱的布置啊，拢一定是这两支的布置，甲日本国旗，甲。台湾啊，
民政府的局啊。那么这四局啊，干那两局呢？你也莫去参加啦。这爱甲大家讲，你一定爱会记哩。你唔好去用招来讲啊，咱来参加民政府的什么啊演讲会，去到遐。哎，是干那才这两支国旗尔啦。去到遐，咧唱国歌，哎，而且无日本的国歌啦。安尼你爱挖这个，就走。伊的论述是啊，比较啊，伊。所有论述是错误的，无啊，咱唔是日本天皇有这个所有权证。1945年4月7日，日本已经啊，伫台湾实施啊。迄、那个啊，宪法啊，民主宪法啊，互咱本土台湾人都有参政权甲参战权啊，这是事实的啊。啊，有派三个众议员，甲五个啊。三个参议员，五个众议员去日本开会，啊，这那是事实的。所以这拢历史上的记载，这不能否认，不能推翻。所以要甲大家讲，起码足济去参加。美国华府台独事件，因为是安怎，因认为讲，因的观念是无日本国歌啦，日本旗啊牙长，咱都炸日本旗啊去。啊！甲日本企业个爱唱，咱做起个迄个牌啊，是台湾国府民政府啊，咱个访问团去到遐，这个名才去用听去啦，所以。这大家拢无清楚，啊，有诶乌白拗，啊，乌白讲，所以这都一定爱互大家知影。咱大家爱认清真相，吼、哦，咱一定爱有。唱埃及记啊，日本啊国歌，啊过来美国国歌，咱爱了解。啊，伊的布置啊，会场的布置啦、啊，一定爱有美国国旗、美国军事占领旗、日本国旗、台湾民政府的旗啊。那欠两支啊，啊，欠一支，安尼你看到你都爱转来啊啦。伊咧甲咱看呢，啊，是美战的论述去，这是错误的。
阿哥要甲大家拜托，真侪单位啦，讲因阿咧发啊身份证啦，咱这是美国合法是晶片的身份证啦，这个是晶片啦，只有晶片吼，咱这是晶片的身份证。爱甲大家讲，咱唔是咧发一张纸印的尔啦，咱有晶片啊的身份证，所以这确实是美国合法。顶回我呐请美国访问团啊。来伫遮甲大家讲，因这张身份证，伫要国务院，伫要因的相关单位，拢一直刷咧都入去啊啦。所以这是正确的，我要让大家知影。吼，这所以讲，咱。爱直直鼓吹大家来请这个身份证。啊，不过历史上啊，要让大家知影，啊，咱台湾啊，以前清朝时代啊，伊是一个土著地。个唔是殖民地呢，比殖民地也较啊激进呢。殖民地因为这边拢是啥，拢是高沙族的因家己自治区管辖的呢，所以这块台湾我唔是清朝拢咧管的，所以伊叫做啊是土著地。啊，迄阵啊，啊，大清帝国甲大日本的皇帝签，讲永久割让给日本天皇，即大家足正确个嘛，大家应该我足清楚。咱来看，即高沙族因个。诶，部落家己管辖啦，所以迄阵啊，因是土著地啦。1945年4月7日，吼，迄个实施日本啊宪法与台湾，使台湾终于成为。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这一定要大家爱知啊！因为那无这天啦，我看这话足花的，吼啊！因为有这天，可能加减几日啊啦，吼啊啊！我有甲讲啊，可能。它是不可分割的啊领土啦、啊，哦，它这个地方是成为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不可分割的领土啦、啊，就是它的怎么样，它的国土，用战争华也没有办法取得。用啥会杀你？用马会杀你啦！用马会杀你。哦，所以习近平伊走去甲天皇讲，讲伊要灭台湾，讲日本啊，伊迄阵啊讲中国嘅经济较好啊，伊想要来甲日本灭台湾。啊，咱天皇日本天皇讲安怎讲？
讲伊祖先都从来无咧卖物件的嘛，所以怎啊回绝啦？啊，这是咱哪会知？因为迄阵啊，伊要叫日本外务省安排，外务省讲无可能，阮天皇要安排，在半年前都爱安排，你即马来都要叫阮甲你安排，无可能啊！伊怎啊拜托美国？美国的安排，所以这个信息咱才会知道、哦、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、哦啊、这咱会看出来它这就是什么，这就是那个年金嘛、哦啊迄、那个苏联、美国啊，中华民国、台湾、白甲英国，这都是年金。迄阵啊，啊来接收台湾的时啊，所以伊那爱创这个国旗出来要创啥？这都足清楚嘛，这拢无法多去否认的啦。好、哦，这叫做真相啦。来，过来看，这个台湾共和国哪会咧挂美国的国旗啊？这种美国的国旗啊，边啊才挂车轮牌，下骹挂车轮牌，是哪会安尼？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。啊，这就是。美国占领叫啊车轮牌啊来管理，伊这是这个写啥？你知影？大家呐看下，伊这是讲中国啊占区台湾省受降典礼会场啊。这写这啊，这那是叫做真相啊！啊，这也要跟你大家讲啊，咱秘书长去告美国政府，吼、哦，2006年告到2009年4月7号。美国高等法院做这个判决，啊，讲台湾人无国籍，台湾啊啊无这个国际线里面政府啦，人民的生活搁伫这个政治的凌驾，台湾啊能在美军军事政府占领中。美国行政单位爱主动协助，哪敢讲原告啦？吼、哦，原告啊，就是本土台湾人啊啊，要协助啊，来甲咱完成任务啦。啊，这大家应该足清楚。咱这就是初级班，应该大家拢爱知啊。这张啊，2010年9月7日，美国华盛顿 D.C. 世纪酒店啊举行酒会的时啦。美国国防部的单位啊，送咱两张这个照片啊，讲你摕予恁林秘书长啊，伊就知影清楚啦。啊，这就是啥？啊，就是美国占领嘛。
啊，日本是安怎入世嘛？这是日本住伫即内地的人有这个所有权证嘛？所以啊，咱台湾那也不是啊，一个啊世界承认的啊政府啊，你都无这个土地啊，吼、哦！伫联合国，你要参加联合国，要有四个条件。第一是啥？要有土地嘛。啊，你台湾这块土地是啥物人的？啊，日本天皇的，啊，你都无啊嘛。哦，要有人民。欸，大家提出来看，恁的身份证拢是啥？中华民国的啥？啊，国民嘛。啊，唔是人民也无，吼、哦，人民也无，啊，土地也无，我安尼你，啊个什么？国公，迄、那个有种外交权，诶、欸，外交权咱拢是啥？中华民国去甲人签的呢？诶、欸。拢中华民国啊！中华民国都唔是一个啊政府，所以你干签的拢无效啦，所以也无外交权，吼，拢无啊，吼啊，所以咱应真了解，实际上咱是一个。流亡政府，美国啊委托伊来管辖尔。美国甲咱讲，恁台湾现在有两个政府，第一是啊华裔的政府，华裔的政府就是咱，咱是华裔政府啊。流亡政府啊，伊是有这个管辖权，安尼尔。啊，那咱要拜托美国，甲伊关金门、马祖啊个平潭岛，可能有诶较也毋捌听到平潭岛。平潭岛啊！是福，伫个做福州的边啊有一个岛，美国甲中国拢讲好啊。那无爱留到台湾，即个流亡人士，啊，因会使去平潭岛。啊，这个平潭岛啊，现在在啊大兴土木。大家可以上网，上网去看。哦，咱在福建省平潭岛，就会看出来。啊，这就是证明什么？咱那不是日本的叫做。啊，乡民，咱敢啊去日本做兵见识的，敢有可能徛伫这个靖国神社？安尼，互你想就知影，一定是你算是啊日本人，替日本战争见识。日本伊就甲你徛伫伊个靖国神社，这是足正常的。自这啦，咱就会足了解，吼、哦，去推理。
咱的我会足清楚。咱有去两摆啊，哦，去两摆啊。啊，你看咱这个鱼啊，两届那去要天王的所在啊。以前从来无这款鱼啊，去要日本天王的所在，哪会应准？咱两年拢入去天王的所在，去甲喊万载万载，是安怎？去思考这个问题就好。因为天王因即马来了解讲，实际上台湾啊是天王要这个所有权啊。好，要这个所有权啊，这就是伊才会乎你这个鱼啊入去遐，啊无伊要乎你，伊哪会要乎你入去？伊讲啊，这都台湾都是我的啊，啊恁啊来拄啊足拄好嘞，乎恁来参加吼。哦啊，伊呾足了解，所以日本的教科书啊，的历史啊，要改版啦，吼、哦，要改版，哦，这样予大家啊清楚一下。头拄仔我有讲，这咱哪会知啊？这就是习近平叫美国给安排，啊，美国给安排，所以他有去见啊天皇，所以咱才会知啊。所以2009年12月15日，透过美国国安的安排觐见日本天皇，啊，讲要甲买啦，吼、哦，为何中国的习近平要来跟日本天皇来买台湾？打战啊，不可能，因为战争法。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不能用打战啊来取得，在国际法上、战争法上，用什么可以？买卖可以啦。伊也想讲啊，咱我出寡钱，啊，日本你若听讲爱钱。啊，我付寡钱，啊，台湾哪袂还我？那这个买卖契约啊，是可以啊割让的，战争绝对不可能。哦，这是爱予大家知呀，哦，啊，咱哪会知？就是美国甲咱讲啊，无咱也唔知啊。哦，啊，予大家知啊。这在中国啦，啊，日中韩首脑啊会议啦，叫做高峰会议啦。啊，迄阵啊，日本的首相已经知啊，讲钓鱼台啊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啊啦。因为是安怎伊个固有领土，啊，台湾啊拥有钓鱼台，啊，日本天皇拥有台湾，所以台湾啊钓鱼台就是日本的固有领土。
啊，温家宝迄阵啊讲啥？讲是中国的核心呐、啊，利益啦、啊。好、哦，啊，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哈、哦。核心利益，伊即马奈无爱讲，他也是尖阁群岛是他的啊，是中国的固有领土。伊奈唔敢讲，啊那讲出去，红笑笑破卡手讲啊，恁中国拢国际法、战争法拢无咧研究，拢唔知啊。啊，所以因起码足清楚啊，啊，因也足清楚啊，吼、哦，台湾起码唔是因的同胞啊，起码是啥？台湾人民。以前讲台湾是因的同胞，现在改说台湾是台湾人民，啊，这差足侪的，同胞都是。是他的领土，所以这事实上拢是爱好大家知啊。哦，这我要给大家看啦。这个旗啊，是咱车轮牌的嘛。起码总统。哦，马英九就职讲用这个旗啊，啊，你看，伊安怎，因安怎讲呢？伊讲这是创意啦，伊讲创意啦，国旗啊会使创意的。伊甲美国讲啊，这支旗啊袂用哩，我换这支，我要来成立民政府啦。安尼大家清楚啊无？甲美国讲讲，我用这支要来成立民政府啊！安尼，大家应该真清楚，会去了解，无可能的代志啦。因为因内底的人拢是流亡政府75%以上都流亡政府的人，所以那要啊，民政府就是爱咱这个单位，拢来签台湾公民身份证，这才是咱这个单位会使成立的啊。台湾民政府，所以这我爱给大家知影。这可能我大家无啥知影啦，啊，因为这吼公布了后，啊，就拆掉啊，因为安怎签署一法等于。国军、共军都是中国军，台海局势已经形成，所以美国啊第七舰队啊，我礼拜甲左营诶，港区内底，这叫做真相，这叫做真相。拢有图片，予大家来看。头拄啊讲平潭岛，就是这个所在啦。吼、哦，美国甲中国安排 ROC 的难民要回归中国福建省这个地方，因都只较好管理啦。阿爸，即个人，我走入去中国内底去甲起革命，爱就废去啊！所以讲，恁拢来遮，拢来遮，
和恁住伫遮，甲你关起来。伊遮一个海岛嘛，伊若要甲你，恁拢爱为遮出入啊，甲你管制。安尼，因毋则袂啊去革命。啊那稍微乱窜啊，拢稍微是啊各地远啊，拢乱窜啊，连来都啊去革命啊，都废去啊。所以因美国拢有安排啦，让恁来住伫遮。啊，这就是要让大家知影，美国有咧甲咱斗三工啊，无啊？有诶讲无啊，哪有咧斗三工？这就是咧斗三工啦。伊甲这个国徽啊，拢涂掉，叫做啊低四度啦。这那是要和大家讲真相。后勤司令部叫做联勤总部，较早以前啊，到尾佫改后勤司令部。啊，后勤司令部我。啊，差不多两年前，我有去遐审查一个案件，我甲问讲，哎，啊，恁迄个船形帽的帽徽，迄个国徽奈无去啦？伊讲歹势啦，即马拢改为金阶啦。安尼大家唔知清楚哦，迄个帽徽啊，无去啊。用啥？金阶啦！伊那是两粒尾仔，啊，就刻两粒；啊，一半的就刻一半。啊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美国甲讲啊，恁爱吼，这要做啊，单位爱撤销啊，拢滴滴，咱会。了解哈、哦，宪兵司令部也撤销了，哦啊，这个、啊，金门也撤军啦，哦啊，因为时间的问题啦，我看哈、哦，伊讲引狼入室啦，钓鱼台啊偷钓并台啦，啊，我们是啊，台湾是我们的家园啦，啊。这个安怎讲？李克强安怎讲？国际记者会上，讲大陆跟台湾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啦，拢要讲同款啦，这要迷糊焦点啦，啊，这拢是真相，吼、哦，这拢是真相，哦，啊，这钓鱼台的代志吼，有这个情形，啊，这叫做白纸黑字啦。诶，这是安怎有白纸黑字出来？啊，到陈唐山第三届来甲咱演讲，伊讲安怎爱有白纸黑字啦？吼、哦、啊，李副总统啊，李秀莲李副总统，伊若讲爱白纸黑字啦，啊，我怎甲啊秘书长讲？秘书长讲安尼好。白纸黑字好看，我有 email 去给李副总统，李秀莲前李副总统，啊，甲讲请伊来办一个身份证，伊讲伊无爱做美国人啦，吼、哦，伊甲回答是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我让大家知啊，吼、哦，啊，让大家清楚。哦啊、所以白纸黑字啦，足重要的。咱拢会使去甲所有的单位，即 copy 留咧。若有啥物代志讲，诶，恁这个单位是啥物情形？阮国讲，咱这是美国政府荷兰啊，创一个台湾政府基金会，啊，这就是白纸
孩子。啊，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啦，我讲到这，感谢大家，啊，感谢，啊，咱下课哈。자그립 겨레